大家好，我是莫布斯。在我手上这台是 GPD 最新发布的 WinMac 的二代，英特尔版本的。让我们一起来开箱看一下吧。从外观上看 ，Mac 的二像是一台 UMPC， 又像是一台掌机，因为它配有了摇杆。机身的 A 面还有 C 面采用了铝镁合金，在地面则是使用了 ABS 高分的结构材料，就是塑料的，这样热量不容易堆积在底部，更好的散热。在当掌机使用的时候不会烫手。在接口方面，机器的后方依次是外星科技耳机孔 USB 3.2 HDMI 2.1， 这个是雷电4和一个全功能 C 口，雷电4和全功能 C 口均支持100瓦快充。在机器的右手边给了两个 USB 3.2， 在左手边是 SD 和 TF 卡槽，对于喜欢摄像和玩无人机的同学来说方便很多。我们来看一下背面，在机器的背面预留了一个2230规格的 M2 插槽，可以非常方便快捷的增加硬盘空间。相较于上一代 Mac 只增加了很多接口，不过砍掉了 RJ45 有线网口，只能通过扩展来解决了。但是在背面预留了一个可选配 4G 模块的插槽，可以插入手机卡，随时享受 4G 高速上网。我们来看一下配置， Mac 的2搭载了最新的12代低压处理器 i7-1260P， 4个大核8个小核组成的12核处理器，主频为 2.5GHz， 核显依然和11代一样搭载了 96EU 的锐炬差异核显。在内存方面，使用的是 LPDDR5 5200兆赫兹的双通道内存，官方提供 16G 和 32G 可供选择。硬盘来自百维 PCIe 3.0 速率。屏幕在上一代 Max 还是8寸的屏幕，在 Max 2全面升级为 10.1 寸护眼屏，达到了 90% 的屏占比， 299PPI， 最高450尼特的亮度，色域为 80.2 TCP3。出厂分辨率设置为 1920×1200， 最大分辨率为 2560×1600， 使用了第五代抗凝大猩猩玻璃，同时这块屏幕支持10点触摸，并支持 4096G 压感笔。机身的三维为227毫米×160毫米×23毫米，对比上一代 Max 稍微大了一点，厚度基本一致，但是整机重量达到了1005克，实际称重为1035克，电池为67瓦时，用 IDA64 查看电池为69瓦时。在价格方面现在还没有公布。看一下 Mac 2对比上一代都升级了哪些部分。全新的霍尔摇杆，从根源解决摇杆漂移和死区太大的问题。在上一代 Mac 2上，我对期望的线性扳机也被安排在了这代 Mac 2上，同样也是来自霍尔的线性扳机。
背部根据以往 Win3 的设计增加了两个可映射的背镜，首次内置了六轴陀螺仪，增加了玩法的多样化。升级为四扬声器，音质更好，声音更大。原型的双热管加大涡轮风扇，官方起名飓风散热。我们一会儿看一下这个散热给不给力。作为 Max 的升级版，尺寸的增加也让 Max 2的键盘更加的舒适。在摇杆处，官方增加了一个新的设计，可以遮挡摇杆的手柄盖，可以说是非常用心了，支持从背后收纳，完美。
简单看一下4G 模块的效果，可以看到基本可以达到40 Mbps 左右。我用我的手机在相同的位置测试了一下，可以达到60 Mbps，这是在室内，估计在室外的效果可以更好一些。现在是用 PS 打开一张之前 NASA 公布的宇宙全景图，大小是24个 G，约有8.84亿个像素。实际打开时间为15分钟37秒左右，以下为加速视频。CPD WinMax 推出已经第三代了，目前这台 Max 2是我最满意的一台了，改进了非常多之前 Max 的痛点，比如之前的屏幕比较小，边框比较粗，没有搭配线性扳机，有着笔记本的键盘，但是打字体验不是特别好。Max 2的改进可以说是巨大的，虽然目前的售价并未公布，但是如果价格合理，在这个小众的市场里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。毕竟谁不想要一台既可以当做生产力，又可以当做掌机的 UMPC 呢？ Max 2的英特尔 i7-1260P 在 CPU 性能方面有着不俗的表现，也得益于 GPD 对于它的调教和超强的散热。GPU 虽然较上一代提升较小，但是依然可以玩一些 3A 大作。我感觉挺适合一些在办公室或者经常出差的兄弟，不想总是背着一台厚重的笔记本，又想利用空闲的时间来玩一下自己喜爱的游戏，当然也特别是我这种放着家里的台式机不玩，想去找一个角落，支起一张躺椅，感受着阳光，把 Max 2架在肚子上面，畅快的来局拳皇，或者去地平线舞看看风景呢。十分感谢您的观看，这里是新人 UP 主穆布斯，新人制作不易，求各位大佬赏个免费的赞吧，您的支持对我的帮助很大，我们下期再见。